夏天马上就要来了，李宁最近也推出了一双非常有夏天气质的音速九。这双音速九的配色名字叫做荧光冰橘，整体的配色用到了一个橘子的橙色，在鞋头的位置也可以看到一个橘子的图案。作为李宁中端比较有代表性的篮球鞋，这双音速九也用到了李宁招牌的 Live 风科技。上脚之后感觉整体的包裹性非常强，但是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是鞋面上的这个绑带有点多余，过于轻薄的设计让这个绑带看起来虚有其表。虽然这个绑带不会影响整体的性能，但是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等一下 TD 版本的推出。